米，你怎么在这儿趴着呢？主人搬走不要我了。你以后就跟着我吧。谢谢姐姐。没想到直播效果那么好，我们要翻牌了，多米。走，我们出去玩去。拿来吧你！你干什么？给我！你干嘛？你快看，这女的抢我狗！你胡说！你这小姑娘怎么这样？就是，怎么年纪轻轻不学好呀？真的是谁教的你啊？赶紧报警！报警！对，咱报警吧。够了！当初是你不要她的。不管怎样，狗对主人可是很忠心的。不行，你让她选。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养狗的。走，多米。